其實都我係一次同啊日本嘅朋友合作，咁啊，亦都係一啲好好嘅經驗嚟嘅。咁尤其是有個係嗰啲男士見到都流曬口水嘅神句子啦嚇，咁啊，佢亦都啊做得非常咁好啦。咁我諗最主要原因都係因為有啊李仁廣導演教戲教得好啫。咁啊，好希望再有機會就係、是、啊。兩位朋友再合作。過百萬。好開心㗎，你都。因為中文睇個日劇咧，就認識到神門貴子。咁啊，喺嗰陣時我其實對佢印象唔係話好深，咁但係通過同佢拍呢部戲嘅時候，我發覺原來佢係一個即係，因為佢係第一部戲，我哋只可以講就係話用中文嚟講嘅一個可造之材喎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啊覺得佢係啊非常勤力啦，非常專業啦，呢樣我諗全部日本嘅演員都係有呢個特性喺度啊。咁啊，但係啊，除咗呢樣之外，我印象好深刻嘅就係唔係話誒佢平時同我拍戲嘅時候誒係點樣，而係有一啲鏡頭，譬如話誒、就算一啲誒、有難度嘅有危險嘅鏡頭咧，佢親力親為自己去做啊，撞到自己啲腳損曬啊，都冇怨言啊，咁同埋佢拍戲嘅時間咧就係好長嘅咁，咁啊隻眼都差唔多撐唔翻咁滯咧都。一路捱到去即係收工最尾嘅時候啊，咁我覺得佢喺呢樣嘢方面咧，俾我印象就好深刻，同埋一路咁加分。咁所以其實由拍戲開始，大家有少少即係比較謙虛啊，大家比較客氣嘅情況之下，到最尾拍完已經係一對好好嘅朋友啦。咁我覺得我珍惜同佢一齊合作。同埋拍戲咧，其實就有好多係。國際已經係認可咗嘅講嘅語言，譬如好似 NG， 就係 NG， BTEC， 啊，有好多呢啲類型嘅字眼，咁啊上邊盤一啲都冇問題。そしてこのようなワーディングに関しては、ビアタカさんは全く問題ないわけですね。咁如果佢做得好嘅時候，我就會同佢講 super lush。で、まあ彼女は非常に演じた。時はですね、僕は彼女に素晴らしいと一言ですね。如果大家唔係覺得咁好嘅話，我就打咩？お互いのやっぱり。Leslie， 再嚟 Leslie， 阿哥哥。